新闻首先来关心，这是秀水乡的文化街哦，这是菜市啊。不过因为伊的路真矮，加上这机车啦、汽车定定乌白动，人车定定客客做伙。即马秀水乡公所要来改变咯，对八月初一开始，文化街要来限定车辆开入来的时间，最近就会开始进行宣导。一透早，文化街菜车零条抢抢滚，家庭主妇叫买蔬菜、水果、鱼肉，大包细包挂伫咧手中，惊伫咧道路顶悬，其实背后暗藏危机。哎，规桌的摊贩，你拢摆到黄线就好，卖摆错，吼，安尼较袂乱。啊，这大家要买人客较多，吼，安尼无？你也平日按晚七点至九点对吼，要做小安家，安家有啦，吼。安尼在做啥物？系啊，买。因为这阮拢已经落雨、干雨，不拢搬好啊，对无？安那好？奥多拜、行人、汽车互相小钱道路，那是一无注意就会来发生车祸。为着民众的安全，秀水乡公所将为八月初一开始限时间禁止这车辆通行。啊，因结期已经差不多要活二十年咯。啊，咱这吼车辆无管制，啊，拢一直冲突哦。啊，这哦，这有搭去搞到脚骨，啊，所以大家冲突气氛足歹，吼，袂和谐。啊，我即马咱足真侪单位，包括农会代表会、将来开会决定吼，咱就是讲黄线吼，摊贩的黄线吼，卖摆上出来，啊，大家互相来遵守，互相来遵守，会将提升到咱的生活品质，啊，过咱的这个吼，啊，这采购都乐趣，啊，较安全。啊，大家真正好健吼，互咱秀水吼、哦、有清新，每一天清新的一天。宣传文宣广告一本出来，买菜民众也是摊商拢真赞成，加上公所嘛向农会协调，提供免费停车空间，予摊商甲民众来停车。公所嘛希望民众多多配合，予咱市场买菜卖菜行动会当安全便利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。